我要看一下这题哦，他说 f(x) 等于这个40，那今天题目说多少？把 f(x) 除以 a 加 余式怎么算？老师想请问一下，你可能把 f(x) 爆开吗？不行，对吧？哈 ，OK， 所以说这时候求余式怎么算？你就很简单，令它为0，把 x 用几代负一代，是不是就好了？所以余式是几？令它为0 ，x 用几代负一代。 所以代下去余式是几 ？f 负一，这样行不行？好，负一三番，负一加三减五加六，几次？3次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负一减五，负六加六是消掉了，33次方，所以算出来余式是几？27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哈，把这边看一下。